快快快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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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哦，哎，我以为能，哇，幽魂，哇，哦哦，哎，这是另外一个，金池长老，什么东西？他在干嘛？真身显现吧！哇，黑熊精这么大！哒啦，家伙，这把海之鱼啊，黑神话悟空，耶、yeah, ！这就是游戏的界面。这是齐天大圣吗？他这个虚化做的不错，看这个盔甲，哇！好，那这游戏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开始新的游戏。哦，哦，我以为这是单独的界面，没想到这是实时渲染的吗？哇塞！哇！哇，金箍棒！哇，上来就是四大天王，可以，这压迫感很强啊！前面这是动画吗？还是我能操控啊？好像是动画哎，哎，就当电影看吧。哦呦哦呦，哦呦，这能打吗？筋斗云！哇！哇、哦！好像，哇塞！很壮观。非常的壮观，可是这么大，这悟空能打得过吗？可能战斗力也并不局限于体型。哦哦，原来有天兵天将啊！哇、哦，他们站的好整齐啊，这天兵天将站的也太整齐了吧！他这个天兵天将是人吗？人，我保住了。哦，这个配音，我取到了啊！这应该是取经之后的故事了。老孙啥功名不要，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，过过逍遥日子。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，我懂。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，又想唬我回去做神仙，我也懂。我不懂的是，你他娘的杀我猴子猴孙！哈？为什么？哦，哇塞，这看上去有点可怕。二郎神，这哮天犬看上去很帅啊。这个黑神话悟空，虽然说是黑神话，我感觉应该是那种相当于平行世界的那种故事吧。蠢狗，放肆，还不退下？都记好了，他不是只普通猴子，这二郎神他是有功的猴子，是封过佛位的猴子。这里除了我，没人配与他单挑。确实，二郎神传说中是也是很强的。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。这样吧，一会儿若是你败了，我带你回天庭。他们留在这里铲平花果山。若是我输了，我定然不会罢休，
可是为什么呢？照样铲平花果山。可是为什么要对这个孙悟空赶尽杀绝呢？哎、人也保了，金也取了，为什么呢？总得有个理由吧。不叹，好歹也同僚一场，是真不想打。要不你现在就跪下，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是他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除了那只猪头，就属你最会扯淡，最能逗老孙开心。杨兄弟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尝尝鲜，其他两颗先给你留着，我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，这里的，上面的，还有刚刚那条黑的，留下点儿，一起上吧。哦，这是要开始战斗了是吧？我可以操控了。老天爷在给你。哦，可以了，锁定敌人。鼠标的滚轮键可以锁定敌人。来吧，哎，翻滚躲避。这二郎神也不怎么样啊，二郎神不怎么样啊。他会不会还有正刀啊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定，哈哈，哎，闪避，哦，怎么回事？剧情了，开始，哇、哦，斗战胜佛，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，有多少人求而不得？长生不老，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四个字上？哦，新一轮的打斗，来，我能不能去其他地方跑一跑？能不能出了这个天庭？这地图是无限的吗？哎，二郎神追我呀！二郎神，啊、哦，有空气墙，好吧，到头了。二郎神站原地。哦，哇哦，哇塞，激光眼！我发现它是可以蓄力的。看右下角，它是可以。哇、哦，重击！哇，打了个空气，可恶！哇、哦，二郎神，我来了，重击！这棍子好长啊！二郎神不行，二郎神，定！哇，二郎神完全被我定住了。还有什么其他技能？这什么石化？哦，防御吧，估计是。三技能是什么？毫毛。哦，分身。上啊，孩儿们！哎呀，我去，我被他打了一头。哇塞，这是剧情吗？哇，剧情打斗无缝衔接啊！泼猴，你受了天禄，本性未改，今日谁也救不了。你怎么知道本性未改啊？啊，好兄长，你的刀钝了，正好给俺老孙挠个痒。第三波打斗，哦哦哦哦哦，我要干嘛？哇，闪避！来吧，定！哦耶，二郎神，功夫该练练了。哎呦我！他闪避掉了，我天！毫毛，释放技能是无敌的。哇，这个云！哦，我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哎呦，我在这儿，我都看不清了。孩儿们，你先上，我先蓄力啊！我先蓄力。拖住他！
来吧！哎呦喂，还又挡了！我让你跑！哈哈，打过了吧？哎呦哦！这么强大的力量，哇，他这个无敌的，无敌防御，会把花果山给劈了吧？小外甥，这就是你说的单挑？天上阳光扎眼的很，有种再和你舅舅去山里会会。一个变成小鸟，一个变成小老鹰是吗？怎么回事？谁攻击了他？怎么突然出现紧箍？为什么？这一幕真的好看呀，他那个这个山在旋转。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。他一生豪杰，平生最喜自由自在，纵然得了镇国金身，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繁荣，一心想着回来这里与咱共乐天真。这是花果山的长老讲的故事啊。谁知他辞了佛位，欢喜幻想。哦，明白了。有些人倒是我明白了。哦，灵石不下，就像有些人功成名就了，但是呢他想退位，但是上头的人呢就不放心了，就大概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孙悟空失败了。这块石头啊，在山里出了不知多少世界。这个老猴子好像孙悟空。我大小听人说，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。他乃天蟾石猴，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。哎，左边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主角。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，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，各自逃遁。所以孙悟空败了，但并没有完全败。六件灵物，身为花果山的一员，我应该去找这六件灵物吧。六根传说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花果山孙悟空的儿子嘛，孙悟空的孩儿们。我老了，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，但你们之中书籍会有天命所归，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，
带领五禁术回归花果山之日，或是大圣复生之时。这是要拯救大圣啊！哇，这我感觉这一幕可以当个壁纸什么的截下来。第一回火照黑云，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游戏是使用外文的话，它这个界面会是什么样子的。走走走，游游游，这是个桃子啊。二比作妖好，不怕阎王，命不休。这不会是预告片的那个吧？你看，哦，还真的是。福自由，大哥。真是有口福啊，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哦哦，原来是变的呀。不是，他怎么也会有变幻之术呢？花果山人人都会变幻之术啊。小妖怪锁定敌人，可以切换来锁定敌人。哎，去小妖。哦，看这个场景，这能走进去吗？哎，走不进去，要是能探索就好了。哇，这边能走吗？哎，这猴子还会怕掉下去？刚刚是怎么触发的呀？哎，触发不了了。哦，看右下角，之前那个大圣是有那个几个点来着，四个点可以蓄力，但是这个小猴子只有一个点可以蓄力。哦，看来也是需要慢慢修炼的那种。大圣毕竟修炼了很久了。什么东西可以收集？可以回血的吗？小妖。小妖刚念几句经文就被打扰了，所以花果山那个老猴子是派我去寻找六根了。走这边吧。哦，这什么？重棍蓄力，按住右键可以积攒这个棍势，蓄力以消耗力气为代价。来，蓄力，来吧。方向打错了，啪！哦呦，你还反击？哦，灵韵，灵韵是个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土地庙。哎呀，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拔根毛拜一拜，等会儿把我的毛拔光了。这会不会是存档点啊？这应该是存档点吧，我感觉。等等，土地爷来了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这土地也太丑了吧，跟人参一样的。他那个胡子是根茎吗？好像是根茎的样子，那应该是某个植物吧。真像，说我真像，像大圣是吧？再往前走，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。哇，都是骨头啊，这个地上，为什么？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嗯，说的也有道理。你不记得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。土地就跑了。小猴子自求多福，缩地轻浮遁地术是吗？上香，我之前是上过香的吧。啊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记录点，
所以我该往哪边走？我记得前面还有个小妖的呀。啊，对，这里有一个，有个宝箱啊，差点错过。打开看看，里面什么装备啊？晶片，碎晶片，可以买东西吗？有客到了，这不刚刚那个吃，哦不对，长得好像那个吃桃子的小小妖怪。长按 Tab 键以查看。哦，游记，相当于花果山小猴子的游记，然后顺便找那些大神的六根的。哇，有这么多妖啊。妖王，哇塞，行囊应该是我的背包。哦哦，这个是打 boss 打死了之后可以在上一个 土地庙复活 checkpoint 那种感觉。好，衣服，哦天哪，我没有任何衣服可以换。好吧，开始吧，继续往前走吧。我记得预告片里面不是可以变身吗？变身成小虫子啊。苍狼鳞能变身吗？怎么变身啊？哎呦，来，哇，一刀解决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不就是那个，哎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场景，哎呦，这个场景不就是那个测试工具的地形，那个地形吗？哈哈，熟悉的场景。哎呦，刚刚什么爆了？啊，有毒！哎呦喂，这还有毒的。哎，哎哎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老鼠精。他跑了，啊？我能下去吗？哎呦，下不去。啊，放他跑吧。哎，这里就是那个熟悉的场景。这地上的兔子，野兔，能不能打一下？兔子跑得好快啊！哦，等一下，这是 boss 吗？第一个 boss 就来了。我能不能不打呀？能不能不打呀？我对这种打斗游戏真的不是很擅长啊。哎，哎呦，大哥，过不去，回复生命，回复生命。好好好，你必须要打了啊！来吧，什么怪呀？嗯，牛头怪吗？来吧，小小护院。我现在没有任何技能啊，我还会正刀。这是剧情吗？哦，哎，被谁定住了？啊，徒弟啊，感谢徒弟救了我，我以为要挂了，原来是剧情啊。许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土地不会要教我定身术了吧？教你一招，果然，我就猜到，果然要教我了。速速把手伸来，定身法，将手一伸，可以将对手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估计这个定身术也要看对方妖怪的法力吧，像之前那个二郎神马上就破解了。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。真的假的，这么简单？喘息片刻，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，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。还有什么招数尽管教给我吧。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玩。我们两个一起打能不能行？啊，定，哦耶，来个重击。哦，我就不能一直用这个定吗？一直用定也不错呀，趁他
倒地，疯狂输出。哦，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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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耶，哦，消散了。喝口酒压压惊，啊！我的酒快没了，我的酒没了，这怎么补充啊？我葫芦里的这个酒怎么补充？没了，上哪补充啊？啊！哦，可以走了，可以修行灵光点，打开 B 键可以参悟天赋，每积攒一件道行即可以获取灵光点，消费灵光点可以参悟更多的本事与神通，能不能学什么？修行。哦，天赋树气力，气力右边有一个缩略视频。哇，这好敏捷啊！这个武艺是什么？武艺应该是基础功，基本功，基本功耍得更厉害。然后断体修行应该是可以增加前面两个的属性啊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我觉得先断这个气力怎么样？翻滚，哎，翻滚吧，翻滚的话可能会好一点，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闪避的东西，但应该全都能学吧？我估计大圣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是全部都满级了。小小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也是要从零开始的，我们每一个都弄一个吧，怎么样？每一个都弄一个，哦哦哦。挡住剑矢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看，很帅。好了，无法参透，只能参透两样。奇术是哦，定身法。来吧，继续开始啊，继续往前走。哦，哇，哎，小兔子，哎，前面有个闪闪发光的蘑菇，还真有。小妖，小妖。哇，灵芝啊，紫芝，哦，我想知道我这个酒怎么补充，我没有酒了。小小妖怪不在洞里待着，外出干什么呀？这是哪儿？有酒坛子吗？哎，哦，可是好像都没有用啊。能敲吗？这个钟？哦，可以敲，可以敲。哇，这个钟，哇，这个钟直接被我打没了。打坐，这怎么会有打坐了？打坐可以恢复生命值吧？哦，这个场景。风景很优美啊。话说为什么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不找八戒呢，或者找沙僧呢？找他们帮忙也行啊。下不去呀、啊！打坐果然是可以让血量恢复的，但是我的酒瓶子不行啊。哦，这里能走的？哦，有啊，有指路的。哇，我没有开光锥呀、啊，我开个光锥看看，有什么变化吗？哇塞，它这个光照的很好看啊！哇。哦，他的 Ctrl 键是跳啊！我才发现，空格键是闪避 ，Ctrl 键是跳跃。原来如此。哦，上香，每个都拜一拜。哦，还原身体，补满葫芦。哦，这里可以补满葫芦，原来是在这里补满的。同时会引出山中妖怪。哦，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选择的。买卖货品，买入。哇，土地庙居然还是个商店。调息一下吧，把葫芦先补满一下。好，
天赋重修，灵光点，一次返还所有灵光点，根基，棍法，奇术，离开。瓶子已经补满了。哦，再不知深浅的这么往前硬扛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去把你变为一只金蝉。哦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开始教变幻之术了吗？啊，我不会变的，是有外界帮助我才能变。哎，不对呀，那我之前变了桃子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只能变桃子。日后自会。之前我只会变桃子，只会变一种玩意，现在学会了第二种，是吗？变成了金蝉。这也是预告片里面的那种啊。哇哦哦，哇，能自由飞行。哇塞，哈哈，加速飞行好像不行啊。黑方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居然有几个脚盘，若是遇上前途还有没有残留，我要是碰到他们会怎么样？好像没事啊。小心咱们两个去吧，放心去吧。左下角这个黄色的是变身的持续时间。全是妖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东西，但我变成金蝉的好像不能互动啊。快快快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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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哦，哎，我以为能。哇，幽魂。哇，这什么伤害这么高？哦呦我的天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啊？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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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哇，被打死了。重新复活，但我还能变吗？啊，不，变不了了。本来是可以变身成小虫子飞过去。哟，就是这儿。我是要往前面走吗？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打他呀？哎，这也能走哎。来射。哦，甩棍反弹。哈哈。哎哎哎哎，哎呦，我掉哪儿去了？这是 boss 吗？预告片里面那个 boss， 但是那边也有一个小 boss， 那个大头。先打这个 boss， 小 boss。来吧，来吧，定身术，趁机要报仇。哇塞！哦，哇！快走，快走，回血，回血，哇，我打不了啊！哦，哇，哇，这能打了。快走快走。哇，哇，还好躲了，我感觉真的打不过呀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我打不过怎么办？我能不能跑？快跑快跑，这地方还跑不了，空气墙。大哥大哥，我先走了。大哥，采集点东西给你吃。
他这边有东西啊，是可以走进去的。哦，这是哪儿啊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像不用打那个大头怪也行啊，不会是就这么走一圈的吧？好像也不是啊。哦，又是小妖。哦哦哦！你甩，你扔，嗯。哦，观音禅月。嘘，别出声，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。哎，不远那次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走了。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还来得及，先上个香再说。估计这儿又有一个大 boss 啊，披挂铸造，哦，头冠，有防御力，哦，有这个东西是有防御力的呀，好好好，带一个，可以，还有其他东西吗？衣服，材料都不足，哦，但是这个有，这个可以，小小装备已佩戴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吗？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进了这道门就回不了头了，感觉有两个 boss 没有打，哎，一个大头怪，还有一个之前看到过的。我再回去吧，估计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探索的。这里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次我不打他，我换一个打。我记得，对，这儿也有一个 boss， 他怎么傻傻的站在这里啊？这居然还有动画！又是只猴子，怎么又说又？放下棍吧，广智。跟我学点佛法，你这个叫佛法？哇塞，我的定身术！哎呦！哇，他快死了！乘胜追击，哦耶！哇塞！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？哪个？没错，天命人，他的武器归我所有。哇、哦，新武器吗？哎，也是放耳朵里的，赤潮。好好好，新武器，这什么可以变身？可以变身。妖怪珍藏的兵器与宝贝，在主人身亡后，往往常有难念的
难灭的执念。收归这个兵器可以变化神通，可以一时化其之形。哇、哦，这么厉害！那既然如此，我是不是可以变身成这个狼去打那个大头怪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撞钟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哇、哦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就撞一下。你这猴儿顽性不改，这下不妙，都知道你闯进来了。这钟声洪亮清朗，惊动了这儿的妖精，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。这也能走啊？这能走吗？打破它。不行，打不破。看样子路不是往这儿走的。我有了这个狼的武器，我有了广智的武器，能不能打败这个呀？嗯。哇，哦，打赢喽！哎呦，收取什么东西？这个怪打了不止20遍了吧？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算收取了吗？这团火怎么一直在这里啊？啊，奇怪。啊，终于是打过了，太难了，我觉得，至少目前对于这个小猴子来讲是太难了，估计大圣来打的话，轻轻松松啊，回去先补个血吧，直接缩地，缩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是有一个灵虚子的 boss， 走去这里，灵虚子在这里吗？好像是那个非常大的怪兽。预告片里有的，灵虚子，哇塞哇，直接，哇直接上，太大了吧！我让你舔毛，还跑了，下来呀！
呜呼，这突然一下有毒吧，不会叫小弟了吧。哇，葫芦里面没有酒了。哇，哦，他居然在门口等我，哈哈，上来就开打，打个招呼都没有，我让你舔毛。哎呦，跑了跑了，注意注意，哦哟，哇塞，我是让你马上解决，来吧。哇哇，我也倒地了，不过还好我剩一丝血。哦，这一下子打了三个 boss， 太吃力了吧。既然结果是他，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有金丹啊，金丹在哪里？我怎么听见有人在敲木鱼的声音？在这附近吗？好像在这附近。哇，这场景，这光影，这一幕看上去特别真实啊，感觉像现实的光影一样的。只能往前走了。呜、哦。哦，这是什么金丹啊？哦，这里面估计就是金丹了吧。果然是南极之方兽心仙丹，可大增生命上限，增加我的生命上限啊。哦哦，变长了。不错，此行没有白来。哦，原来这里是可以装备东西的呀。戴了一个面具，披着狼面具的猴子，继续冒险，走走山间小路，到处都是小妖，真是奇怪了，这路上全是小妖吗？来吧，小妖。哦，你小妖是不是害怕了？哎哎，哈哈，这路上到处都是小妖。哇，干掉小妖之后，我这个狼的面具会冒红眼睛。哎，这到处都是妖怪。我是你孙爷爷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这个猴子叫什么名字，但是花果山应该所有猴子都姓孙吧。我叫孙小空。嘿嘿，哦，这上面是灯笼吗？白色的，上面白色好像是灯笼啊。哇，这是瀑布啊。哎，这能走吗？哎呦，青蛙啊，跑哪去了？这青蛙一瞬间就不在了。哦，
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火啊？啊，灵韵。好，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。话说孙悟空的六根其中之一到底在哪儿啊？哦，有指引在前面吗？我老大的六根先收集他一根再说。哇，这个山间小路真的，哇塞，这真的很好看哎，我就喜欢这种森林的感觉。哦哦哦，又有一个妖，这个妖感觉与众不同。来吧，哎呦，你还伤了我。哎呦，这妖怪道行不浅啊。嗯，好好好，解决解决。小妖异事已经录下来了，长按看一下，刚刚那个是什么妖啊？这边还有个小呱呱，小呱呱是什么妖？我怎么没有遇见？是那只青蛙吗？它叫小呱呱。哦，刚刚那个是压箱客啊，好像是压箱客。孙小空的游记又增加了一个新妖怪，拜个箱，先记录一下存档点。这到处都是上香的，这不会把我的猴毛拔光吧？调戏一下，调戏一下。好吧，我周围探索一下吧。这里是什么呀？哇，有点黑。这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一个酒坛子。酒坛子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，全是灵韵，能收集的收集一下。酒在樊笼里，谁在讲话？不得反自。好像在山上，去看看哪个小妖在讲话，还是哪个道友啊？哦，这长得什么奇形怪状的小白龙啊？哇，这什么？来吧！我怎么还两只？哦呦，我掉哪儿去了？哦呦，你怎么？这还带毒的？来吧，我定！好，解决一个，我都不知道掉哪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上去？哎，他怎么自己找我来了？你自己找上门来了，来吧！这长得真是奇形怪状的，我还能回去吗？哇，这什么骨头？这是刚刚那个的尸体吗？丧尸版。哦呦，他妈骨头的话好像生命值特别低，随便打打就没了。哈哈，白骨精，另类白骨精。我看看我能不能回去啊，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迷路啊。应该不会迷路吧，只要有路就是取经之路。虽然说现在应该不是取经，就算它是取经之路吧。我、哦、哎呦我去，哦，这什么啊？就刚刚那人在说话，原来是你啊。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。孤魂灵运不散啊。对，有，我还收集了好几个呢。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你这葫芦好大呀，估计能装好多酒，我能补充很多的生命值。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权反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哦，升级吗？升级我的葫芦啊。哪位道友这么好心啊？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你这葫芦是可装天的吧？哎呦，刚刚那个为什么没有面具啊？那个动画。我刚刚发现了一个，似乎是一个小 bug。
哦，是吧？葫芦点化，经过高人指点，天命人参悟了西存的法术，葫芦别具神仙妙用，能吸收万物父王后残留的灵韵及大妖生陨后遗下的精魂。所以说有什么用啊？也就是说我这葫芦能吸灵魂了。天命自是无法回头，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天地间的蓬草，能往何处去呢？能往何处去呢？我能不能跟着你啊？你介不介意多收一个小猴子？我能帮你磨砚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你这葫芦能装天吧？老先生，我能拿我这个装人的葫芦换只装天的葫芦，怎么样？老先生，老先生不理人。哎呀，好吧。哦，以拾取所有遗落的精魄。哦，可以精炼，就是那个大头怪幽魂的长按精炼。哦，精炼成功。查看试验。哦哦，可以变身啊！我可以变身成他。哦，现在用葫芦是可以收集这个灵韵了，很好很好，不错不错，看样子是往这条路走了。走吧，天命人，天命猴子。哦，这里怎么到处都是奇怪的，这个，我居然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妖怪好奇特啊！我真的用，我无法用形容词来形容它。我能不能不打这些怪啊？哎呦喂，如果有变身之术就好了，我直接变身成小飞虫直接飞过去。但是呢，我又担心很多东西会遗漏。所以静悄悄走过去应该没事吧？好像没事。哎，这不能收集的呀！哦呦，快走，快走，我不惹麻烦。天命人先走一步。哈，啊，这条路是对的吗？啊，这条路是死路啊！啊，哦，可恶！哎呦喂！啊，白骨还好啦，小小白骨。哇塞！蘑菇成精了。来吧，我在你背后。他怎么晕了？啊，小妖，新的小妖记录在册了。看来这条路应该是不对的，走吧。看看往哪儿走啊？哦哦哟，这就是全都是丧尸，我这路上全是丧尸啊！往这条路走，我先跑了，拜拜。哎，我动画，这不会又是什么？广谋？你跟广智是什么关系？帮我带句话给师父。又是 boss。肉眼凡夫求而不得，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那挺有文化的，这么有文化，为什么要跟我打？哎呦，我初次打斗，我都不知道他的技能是什么，我先定一下再说。哦，铁头功，来吧，我直接变身。哦，趁机输出，什么东西在打我呀？回点血先。他估计也是有毒的。哎呀！哎呦喂，我的天！趁现在要他命！还好，
哎呦喂，快解决了，我定呀、啊！已击败头目广谋。还好啊。哎，对啊，广谋广智，他们两个应该是两兄弟吧？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金倒是这两人都随金池长老是他们被淹灭了。那黑熊精呢？黑熊精应该在附近。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啊，好好好，撞钟又开始撞钟了。今天做一回和尚，撞一天钟，咚！本猴子到此一游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。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，所以我还不算了算了，所以我还不应该撞钟了，以后看见钟我还不如不撞呢，对吧？是个意思吧？你闯进来，干脆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好好好，把他们收拾干净，你也来帮帮我呀。应该是往这走吧。啊，果然往这走，林间小路啊，这里是。哦，好好好，土地庙，上个香吧，保存个记录点。猴毛都要拔光了。哦，新的广谋可以精炼一下了。这个有什么用呢？看一下，它能变换吗？哦，能变换的。但是他的技能是蛇，召唤蛇，召唤毒蛇。走吧，天命人，继续赶路，一切整装待发。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危险？哎，又是这个，我这个。哇、哦！哦哦，这什么猴子啊？小小蛇妖，不过啊，蛇妖，刚刚那个是蛇妖，用来泡脚，倒是亲热解毒的佳品。我们都是猴啊，你不会是六耳猕猴吧？或者通背猴？哎呀，有老乡邀请我，真的假的啊？我是要不要相信他呀？我等会儿进去，我先看看周围，还、啊、有个宝箱，差点漏了。什么东西？碎晶片。好吧，老乡邀请我前面去坐一坐，有什么啊？这老乡。哦，这你家啊？瞧瞧瞧，你这模样，多半也是花果山来的。那你是哪座山的猴子？你是流浪猴吗？见得多了，论辈分。生猴都得叫我声祖宗。生猴不过算了，谁让我被贬了呢？嗯，他被贬了、下界之时啊，就是商人了。这个猴子就是商人啊。可有？我看看啊，葫芦可以升级，材料不足，提升葫芦的酒量。哦，这里面果然盛的是酒啊。洛家香藤是什么呀？我好像没有采集这种东西吧。九品升阶，三冬虫也没有啊。这东西到底是哪里升级的呀？炮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炮制一下。这是你的家啊，我把你这全部打碎会怎么样？嘿嘿，估计我一些材料还不够啊，等有材料之后我就可以回去找他去升级我的酒葫芦什么的。走吧，我们继续走吧，下次再来找他吧。我们有土地庙，不用怕，还有遁地术什么的，可以直接来到这个地方。
哦，哇塞，这个场地那么空旷，不会又有 boss 吧？哎，动画了，哎呦喂，果然感觉有，到处都是 boss。凤兮，凤兮，何德之帅？蛇妖 boss 吗？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何人？哇、哦！哦，小师傅，白衣秀士。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来给你，哦呦，直接，哦呦喂，直接开打。我让你皮。哇塞，变身效果没了。哎呦，那么秀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动画，哇、哦，动画跟打斗无缝衔接，就这样打死了。操，这个算简单一点。便怪不得小生。哦，这不是他的本体啊！啊，蛇妖，哦呦，哦呦，还有啊！我先把你，哎呦呦呦，等会等会等会，定！来吧，先不要急。哎呦喂，他这个速度好快呀、啊！哈呀！哦，哦耶！且慢，是大哥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黑熊精吗？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。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枯树常在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忘了最好。他这句话的感觉，那三口中，你可都见过这些妖怪？至少是这个妖怪对我说的话，我感觉这些妖怪好像在救我。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
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。黑风洞，你可暗自留心。这就来到黑风洞了。等会儿我好像看到还有一个路没有走过，我先去看看。这个游戏毕竟是黑神话嘛，它的剧情应该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些妖怪，至少是刚刚那个蛇妖对我讲的话，估计看他样子好像是在救我，阻止我前进的样子，但具体真相不知道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哇，等一下，这又是哪里啊？怎么感觉上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小狼们随便打打。上面这是掉了什么？哦，狼首领吗？被吊死了。这群小弟在守尸，什么情况啊？三口钟，这是我敲的第三口钟了，是这个吧？哇塞，你看看这头狼，怎么回事？黑神话毕竟是黑神话，像那种暗黑神话的那种感觉。怎么敲这个钟还有动画？诶，旧观音禅院剧情吧。啊，不，等一下，这等一下，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啊？这是回忆录吗？我记得我还有个黑风洞没有去过呀，怎么就直接又来到了这个观音禅院呢？哦，啊，这曾经烧香的地方，这有点奇怪哦。哎，我怎么按？哎，我按错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按这个去了？棺材里没有宝贝啊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南海念珠，到处拔毛，还好我毫毛长得快。铸造，兵器铸造。木棍，哦，这什么？双蛇，这样就换兵器了。哦，在水中打斗效果会增强，所以说我还得看看后面有没有水的地形，把怪引到水的地形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是新的，哇，材料，还有材料不足，生命不足时可以缓缓恢复一些微生命，若在水中效果增强。哦，这个可以，直接铸造吧，直接穿戴。鞋子也有，哎呀，材料也不足，好吧，往上走吗？哦，哎，这是另外一个金池长老。那之前那个是什么？银池长老吗？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，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他是瞎子啊，气味不对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黑神话的金池长老长这样子啊！哇塞，这什么？哎呦，他，我真的不想打这个，他这个真的有点伤害太高了。我又打一遍这个，真的太痛苦了。哎呦，我不小心把那个招式给用了 ，F 键的那个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呦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个真的很讨厌打这个。哎呦，
我真的。什么东西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回血吗？哦哦，这个可以回血的。原来小怪可以回血的啊！我知道他在回血，我得把他那个小怪打了。走开！我葫芦里面没有酒喽！哎呦，哇！我还真的很讨厌打这个。哦，这是个隐藏关啊，这是隐藏关啦，我的天哪，进了隐藏关我还不能出去。哟，哇塞，你看这个门缝上面看着那个金翅长老，真的好可怕呀。
哦呦，差一点。哦，现在不能用定身术了，因为没有法力了。藏 boss 击败了，哇塞，磨死他的！金池长老长这样的，我的天哪，好可怕呀！怎么得有他这一剑？不！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了！哇，厉害厉害，做的是真不错，我非常喜欢这个金池长老的这个形象。怎么说呢，有点可怕，又有点黑神话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回忆啊，这是在回忆里面打了个 boss。 哇，哎，怎么可以查看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烟消云散。可是为什么呢？避火罩。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。2000灵运，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那么现在就是往这儿走了，叫什么？黑风洞是吗？哦，前面又有一个妖。走路呢，来错地方了。这什么奇怪的小妖？哈哈，轻松解决。又有两条路吗？我先去这边看看啊，有没有什么可以打坐的。哦，果然有。哦，这什么？又是什么金丹吗？太乙紫金丹，法力上限。哦，法力条也增长了。小猴子毕竟是小猴子，有法力值，像大圣啊，
连生命条和法力条都不存在的，所以大圣是无敌的状态。小猴子还得修炼。话说我现在不需要打坐吧，我满血满法力的啊，休息一下吧，就当休息片刻。休息完成。哎呦呦呦，吓我一跳。哎呦，哪有上香的。他还有回旋镖的武器。还得再练练。哦，在水上我能恢复生命值吗？好像不太行。前面怎么感觉又有一个 boss 啊？哎，我在采集东西呢。哎，啊，这里不能上香的。哦，这里有上香，我能瞬间上香。哎呀，打斗中无法上香。哎呦喂！浪费孙爷爷力气。好眼熟，他说好眼熟啊。一个猴子为什么好眼熟？难道我是这个大圣的转世吗？我听到好几个人，哦不，好几个妖怪说好眼熟，好像什么的。我估计是大圣转世吧，这是耐火的。穿戴一下。哦，新的衣服，但是材料不足。穿一个新的装备吧，下次搞一个这个衣服吧。哇，这个场地又是一个 boss， 这 boss 战士真的多，到处都是。黑风大王，五百年了，这是黑熊精吗？黑熊精已经修炼成人形了。观音禅院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。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哎呀，我不想打呀，大哥。来观音坐下，守山大成，休得放肆。好好的禅院全被你毁了。嘿呦，也就浪费我时间变身呐、啊。
处，大王我也赐你一个名号。隐身术被他躲了，哇！不会有第二形态吧？有点本事，有种跟我来山顶挥挥！哎呦，跑了！去山顶，到时候他会是一个黑熊精的模样吧？哎呦，土地！他这巨型散气之术，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哦，要教我新东西吗？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，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。正好，小老儿收下来用。哦，新的本事，法术化作白烟，隐身遁走，寻找机会破影一击。啊，新的法术啊！好好好，巨型散气无痕无迹，七十二般变化，现在好像只有两般。自己慢慢领悟吧。我来看看啊，喂，哦，隐身啊，哦，我以为能飞呢。哦，哦，你看，我天哪，这是相当于一个骗术。这里有没有？有没有土地庙啊？钻入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小心翼翼的呀？哇，风云变幻，好像黄昏了啊！土地庙，存个档 ，checkpoint。哎，突然来怪，直接朝我冲过来。不是他这个小妖在干什么呀？啊，这是送死来的吗？他从上面跑下来的呀！哦，呦呦呦呦呦！哦哦，来来来，反射！啊，算了，不跟你玩了。这怎么感觉又有两条路啊？我发现又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这边一条路，后面还有一条路。前方山路凶险，只要是破瓦刚学的法。哎呀哎呀哎呀我，啊哦对，我刚学法术。哎呦吼，来来来打假身。这哪啊这？我这条路先走走看啊。看到你了。这又是什么？又是个什么小 boss？弓箭手好烦呀！你不要捣乱好不好？没事没事，就这么打吧。这哪算什么 boss， 轻轻松松走走走。不要管他们，不要管他们，这弓箭手是不停的射。
把你射爽了你啊！不过还好，这相当于我另一条命。这底路上全是妖怪。我现在回不去了，我回去的时候有个空气墙挡着我，估计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，很怪啊。哦，九转金丹，好好好，体力上限非常不错，等会儿有土堆庙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吧，另外一条路没去过。哎，大王到底是谁啊？黑熊精啊，你这弓箭手是最烦的。往上走。哦，啊，土地庙，好好好。之前就是在这儿的，我往上走，这次我往下走看看。啊，就这东西啊！我的收集东西是无敌的。哦，好吧，就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有路可走呢，害得我白跑一趟。好了，我又回来了，继续上山，黑熊精在山上呢。哦，哇、哦，被烧成这样子啊！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真身显现吧！哇，黑熊精这么大，他身上绑的是什么子弹吗？哦呦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！上来就玩消失，哎呦，哇塞，保持距离，不要慌。又消失，喜欢玩消失啊！哇，
他这个变成疯的简直是浪费我变身时间啊。可恶，满血喝酒。天好像变亮了。哦呦，这个好烦呀。来吧，哈哈哈，击败。哦，哇，瞬间没有。小泼物有点手段，今日本大王先不与你纠缠。哦，跑了。哎，此番不同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带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啊，怎么回事？爆炸了。这什么宝物啊，这么厉害啊。小圣饶命。果然我这个猴子其实就是大圣转世。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。所以他们这些妖怪其实都是受天宫指示吗？见再多的胆子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所以都是听令的。幕后指使是天宫的人，玉皇大帝呀，或者佛祖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哦，这是六个，那个六个的其中之一。这是孙悟空的六根其中之一。哦。这当初变成的那只鸟啊，哇，双瞳。哎，这画风突变啊，什么情况？这不会是唐僧吧？哦，不对，是那个金池，是金池吗？黑熊精，对，他应该就是金池。
这个和尚下巴那里有两个东西，之前的金池也有。这个算第一回结束了吧？色与空，弹指间，轮回路有万次劫，求不得，闭上眼，一生功名茫如烟，浮沉落花断不绝，涅槃究竟寻常事。黑熊袈裟，这游戏绝了吧！太厉害了，还有这种动画。哦，偷光所有世间所有的袈裟，归自己所有，哈哈。哎哎，取经和尚，这才是真正的唐僧啊。可是金池长老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模样啊？世间怎有如此漂亮的袈裟？哦，心魔出现了。哇塞，哇，火烧寺庙，哇，太厉害了吧这个。哦，嫉妒心使他成魔了，真不错，这个动画。师父，徒弟还是想不明白，出家人尘缘已断，心海性干，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？观音菩萨，若不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。第一回火照黑云完，所以说披上袈裟是给别人看的了啊，就是自己能不能成佛其实都是外表做给别人看的，过了黑风地，其实内心最重要啊。红中响，狼蛇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。哇，这个是壁画吗？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，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黄雀是谁？黄雀是二郎神啊，我感觉。蝉与螳螂，倒是遍地乱跑。第一回火照黑云完成，等级21级了。运去金城铁，十来铁四金可用于兵器铸造。哦，且听下回分解，或者说你可以浏览。哦，这幅画可以缩放，也可以放大。这是什么？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、啊、唐僧，所以火烧不了他。如来佛祖座下第二个徒弟。第二个徒弟因听经不专，轻慢佛法，被如来贬落凡尘，夜被火烧是他取经之路的第11难，后面还有70难，70难，99、81难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啊，咱们今天的这个黑神话悟空第一回就到这里玩完了。我觉得咱们要不就是一回一回的玩啊。这个第一回呢，我是花了2天的时间，因为这2天有事情，所以分了3段录这个视频，然后把这3段合在一起完成了这第一回的游戏。
那不知道接下来第二回第三回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玩完啊。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妨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或者说如果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中说出你们的想法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